我15年的时候来深圳，我不是看企业嘛，我唯一一次付费看企业的就在深圳，付了我几万块钱，去到华大基因，跑进去，进门进去，他们跟我讲基因，院长讲出来以后说："吴老师，你怕不怕死？"挺怕死的，来查一下吧，10万块钱查一次，说给我打6折，花了6万块钱，查完以后我有猝死基因啊。有猝死基因我呢？都是猝死基因啊，猝死都是个基因就是4个字叫猝死基因。我的天哪！就花了2个多月以后，那现在查一查可能花几千块钱吧。那我这瓶送你了。那不会，小波老师，没事，百岁我也有一瓶。但是小波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更难上市啊。对，证监会可全听见了啊，证监会听见了。那他其实没关系，因为讲他什么？太有牺牲精神了。他跟我讲什么东西？就你是怎么办呢？人很多人是有这个基因啊，那就比如说你不能跑那个，不跑马拉松，你不能跑全程马拉松。然后几个呢？第二呢，你不能打拳击，比如你去练拳击这是不行的。第三个呢，不要去蒸桑拿。哦，他有几条？对，好些人是。他就激烈运动，就激烈运动，不要去搞这激烈运动，比如打打网球啊，打打高尔夫啊，打打麻将啊，上上圆桌派啊，都没问题，绝对不会猝死。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跟基因相关，他原来没有检测到。不知道，那像我们知道了以后，那就我就去不去打拳击，不去蒸桑拿，不到特别高温的地方去，不去跑，听着跟对孕妇的那种要求，那这就没有任何问题啊，证监会知道也没有问题啊。不是，我现在这个好多个人健康，我觉得基因检测就挺重要的。但基因检测它的准确率又怎么样？有东西他说百分之，我花了10万块钱，你觉得还不行？你以为花钱现在降到几千块了？你刚刚说了吧？但是现在这个人健康情况算不算一个隐私啊？能不能知道？现在说啊，就是在日本发明了一种这个马桶，就是说它能够从你的排泄物，然后能够马上出来，就是说你现在的健康状况，说好多公司就是搜集员工的，很多，马上知道你身体行不行。现在还有那个国内有家企业是做手握在那里握30秒钟，他能够给你做个体检报告。这个还那个是一个唾沫啊，什么一滴血。你觉得现在都时髦？但我觉得挺重要的。现在时髦到日本做体检，就说日本的体检世界有名的，因为日本是个癌症高发国，为什么呢？因为它老年社会。所以呢，就是现在好多人时髦到日本，就说据说把你这个细胞里，恨不能有一个癌细胞都能给测出来那种。当然我不太懂啊。他的整个就是说他的精准度比较高。我觉得现在其实年纪再轻，去做一些基因检测啊的体检啊，像我一年做一次，你做不做？我还要想，我想加一句，像我抽烟，我肺就做的特别的仔细。对对对，就特别的仔细。对，那你准不准？之后就算准了，你如何来处理，如何来对待？有没有准确的？比方说你肺的有什么基因，这个有什么毛病，你如何来安顿，如何来治理啊？因为你假如那个也不算，不一定构成一个临床的病，可是你测出那个部分可能特别弱，你要在饮食啦、健康啦、对医药啦，你有没有好好准确的处理好？我告诉你，前一个月哈，我忘记那个人的名字哈，在台湾的，才61岁，突然一发现了，半年后3个月后就去了哈，胰脏癌哈。那个人是谁啊？那个人呢，就是从50岁开始，这是做一个生意，在台湾还蛮有名的。这是提醒你们小心啊，不要以为年轻的时候不需要体检啊，要体检啊。然后体检的话，来我们公司怎么检测这个基因那个基因？就他的生意，就是说提醒你早一点体检。早一点找出毛病，早一点治疗。那他自己做了吗？结果就是他是院长，这是他的生意，我猜他一定会做的嘛。结果他没有检查出来，61岁就过去了。而且看你怎么样倒过来看呢、比方说讲到基因的话哈，有什么猝死基因哈？我早就知道了，我有哈，我没有去检查，我凭什么1毛钱不用花哈，不用给6万块哈？我是看我祖父的照片，因为。我看我祖父啊，我父亲的父亲哈、就是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应该倒过来说，我跟我祖父长得一模一样。祖父不在意的。有时候我就看到，哎，我什么时候拍过这种黑白照片啊？是我祖父啊，所以就留起胡子了，更像、是吧？家族病史是吧？啊，对，我告诉你，我那个祖父55岁去世，心脏病，然后呢，我祖母56岁去世。所以呢，我跟我祖父很像，非常像，然后我跟我祖母也蛮像的，所以我就觉得我隔代遗传啊，我父亲现在80多了，非常还算健康吧，
那我觉得我一定是有我祖父母的基因，所以我今年56了。你都吓把自己吓死了。对，我小波，我就倒过来看，我就赚到了。因为按照这样的话，我可能应该55岁就像文涛一样生不如死，或者说带着一瓶东西哈，我就不管。我现在过了55了，我就觉得每一年过一年再一年啊，我赚就心理赚到他的心理自我疗愈，对啊，我就觉得我赚了57，就赚了2年，58赚了3年，所以我这个人这过了50多了，过了我祖父去世的年龄呢，我就生活的越来越放肆。对，咱们可以放肆，义军还要这个努力奋斗，因为咱们这一桌哈，最大概率的是你一个一个送走我们，对。哎，你接着说，你刚才想说什么？没有，我就在想，我那天，然后我那个朋友走了以后，我就赶紧上网查，要去做体检。就是因为有些体检它不是那个单位机构会包的嘛，你要自己去做，好，我就查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你有个心理，就是说你老想延迟，我就已经看好了，但我就一直没去。你从来没做过体检，你为什么想延迟？我当然做过，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也不是不想知道。你太了解我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老。其实我经常会做一个就是 to do list 嘛，那种要有一个做事情的这个清单，这个头等要事是什么什么？体检一直最近几个星期都在我的头等要事上，我就一直都没有按下那个键，打那个电话要去做。你是延迟型，跟我一样，延迟型人格，延迟又成人格了，这对对延迟基因。就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但我就放到最后去完成，是有这样的人格。哎，但是我写专栏做节目，我跟你讲，小郭，你说这个，我最近我的朋友圈，我们这个纷纷要改这个基因。就你说这个基因，本来我们也有，就是好把最好的苹果留在最后嘛，好的事儿留在最后嘛，像我爸一样嘛。但是哎，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最近啊，因为一系列事件引起的这个朋友圈。我觉得好像是某种，就是到了一个时候，纷纷的都有一个潮流，甚至我认为就一下子开始反观自身，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最近我们在一块圆桌啊，就是说了，我就首先号召，哎，我跟你说，买了新衣服，最好的衣服当时就穿上，你知道吗？你穿上你就在占便宜了，你就像我，他们就说我买那个皮衣啊，好家伙，一年前买的太好了，我就留了一年没穿过，一年后再去看5折。我为了平衡，你知道我干了件什么事吗？我又买了一件。他们说，哎，那天那个经济学家说你这个也对，实际上成本平均成本降低了。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生命啊，国家多么希望你在那消费，在流逝。我们好多人的习惯就是把好的留在最后。可是实际也许我们从生命的角度应该想想这件事儿。你最好的东西你应该马上使用它，你就在发挥它的价值，你知道吗？你留着。我跟你刚好相反，我现在是家里面断舍离都扔光了，我就觉得说我就不需要这么多东西，反而是我就留了几件衣服。你知道全中国女生最会花钱的那种女生叫做断舍离。为什么花钱？对，为什么呢？你看那个柜子，把柜子衣服都弄没了吧？然后你会把柜子扔吗？你不会，他把柜子再填满一遍。哎，全世界最贵的就是老娘我断舍离，姑娘我断舍离，那花钱可狠了。哎，天天断舍离，最狠的就是你把柜子扔了吧？你肯定没扔，柜子里面再重新再装一遍，过三年我断舍离全部扔完再来一遍。你真是，我这里买了好多抽屉在里面。就这样，最花钱的就他们这种。我最近断舍离，我最近反思的不是这个物，我现在越来越珍惜人，倒是真的，就是我。以前可能我老觉得有些事儿，比如说你跟人聚会啊，跟人说个什么事儿，我觉得特别占用我的时间。我老觉得我是一根线往前走，我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目标，我要干嘛干嘛，这些不要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哎，但是我最近就特别喜欢没事儿跟朋友在一起说一些很无聊的事情。我开始意识到，就是说当我有朋友走的时候啊，我开始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际关系吧，他们的存在是支撑了我的这个世界，就是。你有不同的人的这种人际关系是你的这个世界能打开多大，一个人走了我就觉得有一个角就摊下来了，确实是这样。那不是英国有一个诗人写的非常有名的那个诗吗？就是丧钟为谁而敲，就是每一个人的失去都是我的缺少，就是这个其实你想什么是你啊，你是人是整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嘛，所以其实你身边走了一个人，你这块大陆就少了一块，丧钟为谁而敲，是吧？
他正在为我们而抢，对不对？真的，我觉得现在应该想想，要不说我最近我也是老想，你想我这个聊天聊了得有20年了，我就在想我到底在聊什么呢？哎，新闻也聊啊，经济也聊了，但是又不像人家那些专业的新闻财经人聊那么专业。后来我想啊，这个我聊的啊，说一千道一万，聊的是人生。但一说这个，一说这个，我是有点害臊、啊。一聊人生，家辉就笑了。你是应该害羞，我是应该害羞，因为我们是不是应该到了看广告的时间。不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跟这个女生啊，主打项目就是聊人生。人生聊不动了才上弗洛伊德，你知道吗？但是把人家的人生聊成了你的人生。但是当我年过半百之后，我回首往事，我真的觉得最值得聊的还真就是人生。就哎，你想想看吧，最值得聊的就是人生。我是真的想过，我刚才为什么笑呢？有点不敬，可是我必须诚实面对自己。因为有一回我们去哪里啊？贵州还是哪里拍一个节目哈？吃晚餐哈。从吃晚餐到吃完坐车回酒店的路上，吃晚餐大概一两个钟头嘛，坐车也蛮远的路，一个钟头这样。我后来回到家里的酒店房间的印象是说，好像这三个钟头文涛没有停过一秒钟在讲话，可是他家里讲什么我完全不记得，因为反正我就主要责任就是给反应嘛，他没停过表情包，每次他讲完一个呢，大概我也在思考他说的人生的时候了，他又开一个话题了啊，家辉啊，我又来又真的三个钟头啊，我也是在车上，我也是实在因为最近找不着女的聊天，只能拿你充数。我真的，可是话说回来，你刚说什么朋友圈的感慨哈，对，好像要赶快先享受等等。我觉得这是生命最难嘛，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是最后，因为你刚谈到什么先后哈，什么东西啊，留到最后啊，苹果最后，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最后的。所以那有了好的、最好的苹果，现在就吃啊。那当然，可是那这样你更要说什么才是最好的？万一你之后没有了，你可以倒过来看，哎，我现在没有了，就你这样，对，就没有叫长胡子啊，你又凑巧没胡子，我看你没有胡子，对，那很难的。这个人当然就是。反正我觉得说，与其说什么，这是我个人的哈，与其考量说先后什么好跟不好了，反正来了什么你就如何对待他，你就如何对待他嘛。这是我从小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小时候看命，有个看命的人非常准，他是10来岁看命，批他63岁没了 ，OK， 63岁门前挂灯笼，就说你大概活到23。那我父亲工作到50多了，存了一点钱呢、啊。从55、56岁之后到63岁中间做什么了？只做两个字：花钱，吃喝玩乐，什么去旅游啊，把钱花。因为他就是这样想。我到63我没了嘛，我留着干嘛呢？我当然把最好的，小孩也长大了，自己独立了啊。当然他不知道，其实我希望他留给你是吧？留些遗产啊。然后他花，结果。63，我父亲非常健康，钱没了，跑一百米比我快，然后钱没了，就是钱没了，而且有大悲剧，很多钱的时候命没了，对啊、命没了还很多钱，来天上都掉不了。真的，小波他63，我父亲今年82吧。从63到82，跟基本上他跟母亲的生活就是在我的身上，就是我快没命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告诉你更精彩啊！我父亲他很不服气，活到65岁的时候，怎么还在啊？还那么健康，还在广场看到大妈还会心跳啊？还说这样，我说好、啊，那个算命的还在不在啊？对，他就是不服气，去找算命的，正找算命的，算命不在。原来问了一下算命的已经不对啊，算命的人家人他去世的时候，这算命的人63岁死。哦，我说啊，我说父亲，你是不是记错还是听错啊？他是告诉你63岁我就死啊，我门前挂灯笼，你看不到我。可是你人的记忆有误嘛，哈、啊。我父亲真的好多年来都是告诉我说，家辉，我大概这是63了、啊，所以就花，所以我就很大的感慨，到底什么叫先，什么叫后？
掌握不了。嗯，你讲。没有，我最近常常跟朋友分享一个事情啊，我就说我其实对生死，不是死这件事情没有人体验过嘛，对吧？其实好像是苏格拉底还是谁说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就是他没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他来了我们也不在，我们也不知道他。苏格拉底说，对。对，但是我说我有一个体验是什么呢？是生孩子，因为呢，我有一次啊，哦、不是有一次，一共就是疼的死去活来。不是。那天我进产房之前那一天呢，我还在那里写，我在写文章，但那一章呢，我怎么也写不出来。我那个题目，哎呀，我就觉得那个结构我就是不行，我就使劲在那儿在想怎么弄。然后我在生的时候还在想那个文章呢，其实我真的。结果呢，等生完了我才恍然大悟，我说这个话题我根本不应该写它，就那整个那个话题我就不应该写它，就把它扔掉了，我就什么都很顺畅了，可以写。后来我当时一个感悟就是什么呢？因为那个生的那个过程，其实就跟你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再回来嘛。你在是吗？就对你不是，我就说我想说你才发现。哎，不是，这我挺好奇，真生孩子的时候，你觉得你精神上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啊？会有，就是那个体验，就是肯定跟你平常就是说跟你一般的人没有，哎，我该怎么说？那是疼的丢了魂了吧？有你可很多人都一般的，坐在上面喊说死了算了那种感觉。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会经历过那个以后，因为你的人生不一样了嘛，你才发现原来你之前执着的一个事情，你花那么多心力的事情，其实根本就不重要。我想说的是这个，就这个事情你就扔掉了就好了。其实老子有说养生最重要的，泼脏水不能把孩子也泼出去，孩子是重要的。不是，我想说老子说这个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会养生的人不是说你吃多少补品，你睡觉没睡好补多少觉，而是说你根本看不见那个要死磕的地方。就像庖丁解牛啊，他说这个或者是在军队里面那个刀永远其实他不会磕到血的人一样，就是说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要我去消耗我的元气的东西。目无全牛，对的，不要死磕。就是、想的越多的人越死。您父亲活得久，跟他那个心态有大关系。一个人五十多岁已经豁出去了，想干嘛干嘛，他怎么可能死得了呢？他啥孩都没有了，再换我死嘛？啊，换我累死吗？真的就是这快乐了嘛？实际上我觉得是快乐有关系。但是咱们里边，你很多的胰腺癌啊，大人的病都被焦虑。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是那个杭州建校机场的，那个飞机驾试飞员啊，那是体格好的不得了，飞机掉下来，去检讨嘛，就关在房间里三个月，回来以后癌症晚期，就没有了。你怎么可能三个月二十几岁癌症晚期呢？就你这三个月时间里面不断的在想飞机怎么回事儿，就死了。像你爸爸这种五十多岁开始挥霍人生，怎么可能死得了？他两百多岁好活呢。嗯，但是别吓我，他的存款也不够了，把他算存款。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有两个朋友圈，一个就咱们这个悲观主义者。我今天上午在参加另外一个公司的一个未来科学大会。那人家谈什么东西呢？谈人到底会活150岁还是活900岁？你看咱们这人谈能不能过50岁，人家在讨论怎么过150岁的问题。对，哎，听说有些硅谷大佬都已经换了基因，换了血了吗？有一个曲线叫做 Donna 曲线，就那个 Donna 公司做的曲线，它是这样的，它曲线，就里面所有的那个新科技的，比如人工智能啊、5G 啊、什么物联网啊，在那个线上面。那天他们画给我看，2019年那个 Donna 曲线最顶端那个叫云计算。你说吴老师，咱别投了，那个里面都是大佬，谷歌啦、微软啦、阿里啦，都弄完了。那我说这跟现在最顶头那个东西呢，四个字叫人类永生。哎，是的。你据你对新科技的了解，有永生这事儿靠谱。那天我看那个王石还说呢，说这完全这是胡说八道什么的。今年你看到没有？有个科学是六月份的一个科学杂志的一个报告，日本人把心脏打印出来了，打印 3D 打印。美国人前两年打印出来，但他没办法解决问题，就你血液心房血液会回流嘛。这次日本人是在模拟状态下心脏血可以不回流了。1904年库茨威尔写那个起点临近，他说未来就三条线路，一条叫什么呢？叫人工智能啊，在你脑子里装个芯片，跟你一起20年，你人挂掉了，芯片还在，就是工程学意义上的人类永生。第二呢叫纳米科学，就身上的任何机构都可以被打印出来。第三呢叫做基因科学。打印出来能用吗？能用，现在什么都能用。什么都能用。心脏都能用了呀。对，都能用了。肺现在不是肝肺都打印出来了。那还让人捐器官，还捐什么呢？不是，那你照您说那还是号召人捐什么器官呢？现在很贵嘛。对啊，现在非常贵嘛。那个第三就基因科学。就你基因提取。脑科学基因提取。我今年那个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80后的一个哈佛的一个中国人一个科学家，
他们做了一个产品出来，手断了以后装一个机器手，用大脑来控制它，跟朗朗一起弹钢琴。哦，这个我好像看过这个片子，对啊，脑控制，就用脑意识，挺好玩的。就是说，啊，你还得训练用它，就你脑子里得有个明确的意念。对，你去训练这个手，是不是说你也不能胡思乱想？对，就是你得集中训练，真的有点类似于念力一样的东西，对对对对，你形成哎能触动那个电信号，对吧？我其实现在是存钱，其实挺重要的。现在就真挺像一个，他不是也会从10万减到几千吗？对对对对对，我们等着那一天，等着那一天。现在像青霉素发明一样的，比黄金还贵。过个10年，青霉素就很便宜了。现在就那个，可能青霉素可能还没被发明出来，或者还在实验室里，还活得久一点。易军，你想插什么话？没有，我刚刚想说，就是我最近看一个那个英剧嘛，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女孩跟她妈讲，她说我要去苏黎世把我的大脑去下载了。她妈说你是去安乐死吗？因为一般人不是去瑞士都是去安乐死吗？她说不，我永生了。就是他把他的脑袋整个电子化了嘛。嗯，他说我们以过去认为这叫死亡，他说不，这叫永生。对，哦，我看了那个电视剧了，嗯，在那个奈飞上，嗯，你知道我最近看了个真的，就是纪录片，还不是电视剧，叫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就是生物编辑技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非自然选择。非自然，就是有4-5集，嗯，所以小波这个事儿还真可以聊聊，就是说他这个讲的呀。我们电视台的一听就懂，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技术了，就是啊，你的基因是可以剪辑的，是可以剪辑，可以剪辑的。癌症就是很多就是基因。然后这个片子里已经拍了，已经有3亲婴儿了，现在已经有了，就是你看，夫妻两个有一方有遗传病不能生孩子，那么现在是什么呢？把另一个女的，然后这个孩子已经生出来了。就这个在，所以但是这个片子他在探讨一个伦理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说好像是一种什么蛋白质分子，就是说他就像剪刀一样。他说，可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慎重啊？就是说，问题是人类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么一个门槛上，就是我们能怎么样改造我们自己？怎么样更好？你知道他这个片子里边就讲到你这个问题。现在有些大药厂已经根据这个生物基因呢，弄出治疗有些遗传病的药，几百万美元。那有些小孩得这种病，家长真是哭得可怜呐。基因药没有捐助，你拿那就说这大药厂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但是药厂他没办法，他研发经费这么高，所以呢，现在在西方国家有这么一些志愿者，他们干这个事儿。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挺悬的，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说，我们有志于不要让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富人有钱的人，他就可以用这个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改造自己。所以他们现在自己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出来这种技术，让它成为民主的，就是非常便宜的。比如说你在将来你在 7-11 里，你在那个超市里，你买几个试管，买几个什么，你就能弄，然后人出来是吧？然后这个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里拍一个几个小伙子，你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把他那个狗啊改造成那个绒毛荧光的发光的，天，因为他只要找到这个基因里边决定毛色毛发颜色的，对，甚至他说，哎呦，我觉得这将来太可怕了。就是他们描述，他说现在是什么？你比如说啊，你想长肌肉，将来的人呢，你不用去健身房，只要改掉一个你的基因里边负责抑制肌肉生长的基因，你躺床上都能长肉，不是躺床上都能长瘦肉，躺床上都能长瘦肉。我的天，你说，所以他就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来到这么一个临界点上，就说这个技术已经有了，当然很不成熟。现在就是，可是大家用在治疗上面是没有伦理问题的，你在用在比如说人种培养上面，肯定是有问题。所以他们就将来说整容，整容将来也不需要了。你想眼睛变绿吗？这很容易啊。对，这个是现在是伦理上是有问题，伦理上有问题。2016年的时候 ，IBM 他们有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得了一个特别罕见的，日本人得了特别罕见的一种癌症，但是他就跟基因相关。但如果你一般去找这个基因呢，你要大概要他们说跟我说读那个论文啊，要读那个上海大厦那么高，就论文叠在一起300多米高，你人读不出来嘛。后来就用机器人来读，读了以后大概一天不到时间读出来，就得把那个基因找到。然后就把那个女的救活了，这是2016年特别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治疗是通过基因剪辑来治疗。但你刚才讲的，把她眼睛变绿啊、变蓝啊、长出第三个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啊，这肯定涉及到伦理问题。那它背后一定那个伦理问题啊，背后第一个是
我们要先把要问题是你改变的东西，其实我们为他对他未必了解。对，你被改变的时候，你认为他跟 A 相关，他其实还跟 B 相关，但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认知边界有限嘛。可是不管跟什么相关，我们要先把它界定为疾病啊。现在比较能够开放的，你刚刚也说了，那是病啊，对，我们治疗疾病治疗、啊，要把它 define， 把它界定定义为疾病才比较好办。可是背后的整套的伦理的问号，其实不是新的东西啊。一直以来不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都说诶那一个群体可能这些群体是什么呢口疾讲话口疾像我这样大舌头的啊不适合生存可能用种种的方式把它、灭绝啊灭绝理由甚至至少把它隔离对不 对, 对, 对其实他的理由也听起来对他们来说很充分的。不然他们会把我们整个群体拉下水平，纳粹就这个说法。对啊，然后有些人说你智力差，甚至你皮肤黑的、皮肤有某种颜色的人就灭绝等等哈。所以其实这个逻辑背后是一样的，就是谁有权利到最后去决定、啊、生命本身，剪接这个那个哈。所以对，就是过去你比如说一般动物或者咱们以前的人跨越不了这个障碍。但是现在你看科技来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就是说展望未来你是很有可能获得设计自己的能力的，甚至不表现在你的孩子，对，你当生就能改造自己。而且但是你能你但是我们怎样决定什么是应该改造的方向，什么是完美的，这很难，什么是好的，这伦理上解决。而且从民主角度来讲呢，我不是我讲年初见到那个哈佛的那个脑科学中心嘛，他们现在在做一个事情呢，就是脑力集中训练嘛。比如说他的一种技术可以我们一般人的注意力集中注意写稿子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一个小时以后你就会分散啊或者你要再需要集中。他们现在跟那个 NASA 和奥林匹克运动队在训练能够让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四个小时以上。这是需要花大量金钱和技术来完成的。那会变成什么问题呢就咱们生个孩子都是五六岁读小学有的孩子干一件事儿十分钟就啊乱搞了有个孩子可以集中注意力两个小时。就说可能十岁就可以读哈佛了。对他就是他对他就是从出生的那个教育开始他已经有人变成超人有人是人。但是就是值得担心的。但这个是完全已经基本上可以应用到临床环境下的一个技术了其实。但是我问你啊小博就是有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出于对人性的了解你见过人类啊在漫长的历史上他有过这样的潜力吗就是他获得了一种能力但是他自己决定不使用它。原子弹放了两颗对。但是你看他就有了更多的办法来不让他再放吧尽量不让他再放。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比如说我还要跟你请教。人控制不住人控制不住。我还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你比如说那天这个我听这个马云老师啊马云老师现在有志于教育嘛哎就讲了就是说未来啊这个人过去是人像机器一样的劳动对吧未来机器像人一样劳动就是说可以大大的就是人将来每天可以好像他说的我记不清啊就是那意思人一天啊两三个就工作两三个小时就够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但是呢我有一个疑问我不太相信为什么我们所有的科技本来都是为了让我们更省心更省事儿，为了让我们更懒惰，更懒惰。但是你结果看看，你更懒惰了吗？你是不是更焦头烂额了？比如说手机本来是让你更快捷的处理，可是这个东西本身它使得我们更晚睡觉了。你想到这问题吗？所以我就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人性的问题？说将来代替了这么多劳动，你放心，人就是这么一种会自个儿找麻烦的动物，它。代替了他这个劳动啊，到另外的事儿，他又会搞别的，把他搞得过劳死。对，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你们有个《盗梦空间》，不就好莱坞电影，就是未来很可能很多人是生活在另外一个虚拟空间里，他坐在那里戴个 AR 的头套，他的那个自己建个王国，自己当皇帝，当强盗王，该杀人杀人，该放火放火，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宅男。叫宅男，就现在日本才100多万的宅男，什么叫日本叫宅男呢？就一个月之内，除了去 Seven Eleven 不跟任何一个人谈话的那个人，有150多万。现在日本，那中国你说会坏了多少人？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啥也没有，国家发个救济金给你吃个饭，然后呢，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